看我镜头，镜头没弄好，这样完蛋了啊！我要再跑一次哦，烦哦！再讲一次好了，应该用这一片船，之后再说。这里叫美浓老街，叫永安老街啊。就很老的街，并不是商业街。我已经走一半了，把它走完好了。到时候看要不要用剪辑的。这建筑叫什么忘了，不知道什么园区吧。看棒应该看得懂，永安老街，左右都是。不是商业街，什么商业都没有。我车停这边，好吧，漏进去。啊，我那个又跑掉了，看一下要怎么弄，这个，拍摄中禁止操作，都要照录啊，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美浓国民小学，哎，绿灯啊。老街应该是这种食堂吧，我叫宝街。乒乓球。都是这种砖瓦房，
看4分5分，我绕另一边好了，就会比较有乡村的感觉。可是就离开老街，反正老街也就是这样。这条路比较大一点，我从这边绕回去好了，然后我可以走了。这种大街上，好吧，老街拍完了，等下看那个要不要剪辑。他的老街真的，就不知道，可能房子很老的街吧，只能像电影。我现在这部影片上传完，我应该就是去晚上那个什么夜明庙啊。应该现在就去了吧，看这时间差不多了。